时间到，开锅看看。哇，看到镜头就想笑。大家下午好，我是斌哥，一个被困在家里11天的新中年男人。虽然没出门，但是拿到了一块非常漂亮的五花肉，怎么样？53块钱确实是巨资。颜值这么高的肉，一定要好好对待，配上几个辣椒，再配上几个鸡蛋，做一顿把子肉，好好吃一顿，开始吧。多烫一会儿，破坏汗腺，可以有效去腥啊。好啊，烫得越黑越好，现在洗一下去，泡水。来，现在把这个刮一下。根据你的喜好，切成合适的厚度。一共切了5块非常漂亮的把子肉，哎呀，现在都想咬一口。开始做吧，先炸辣椒啊，加盖儿，炸黑了，把它取出来吧。炸鸡蛋，把鸡蛋取出来，最后炸一下肉。炸个6-7分钟，现在把它捞出来，香啊，肥而不腻啊。留点油来炒大料，葱姜，加入肉，料酒去腥，生抽，老抽上色，现在放8角桂皮花椒，加开水，冰糖，1勺盐，再放3个鸡蛋，把肉倒进来。炖上35到40分钟，把火调小，加盖开炖。炖了30分钟，来看一下。现在放上千张结，再放上炸糊的辣椒，哈哈，这个也能吃。加盖再炖上15分钟，时间到，开锅看看。哇，看一下肉啊，轻松扎透，代表成熟。兄弟姐妹们，你们先吃。我后吃，上菜了。干饭，大米干饭把子肉，这个辣椒有点糊。哎呀，看看这个把子肉，来一块吧，媳妇儿。我已经居家11天了，有时候有种幻觉是不是失业了，是不是被下岗了？其实不对，我还有工作的，被封了11天。哎呀，废话太多了，吃就行。太香了，好吃吗？嗯，都快下岗的人了，都没有工资的人，还吃把子肉？没工资也得吃，还有这个炸糊的辣椒，有点糊啊，但是这个辣椒我觉得比肉还香。嗯，我靠，啊，太辣了！太辣。嗯。哎呀，这个辣椒虽然有点糊，但是很香啊，糊香糊香的，香糊香糊的。你看咋说呢？哇，把子肉啊，就这一下，8块钱进去了。卖了一块肉多少钱？炒一星或者几点里？8块啊。卖一块八，一块肉8块钱。嗯。也8块。那是鸡蛋。我以为你弄的肉丸子嘞。哎呀，炸鸡蛋太香了。嗯。太瘦了，少你一块。
这个辣椒是一绝，我跟你说。你们知道11天没出门什么感觉吗？24号那天我还穿了外套、帽衫，据说啊，现在出门要穿羽绒服了。就这么冷啊！再来一块吧，太好吃了！再这么吃下去，这个月得把我吃黄了。班也没上，工资也没有，光在家吃，不在家造了。叔叔给你什么？看你吃的津津有味的。它本来就很好吃。嘴吧唧吧唧的，还带声音。昨天吃的清心寡欲的，喝的粥。今天就吃，半夜饿了，现在我这一顿吃完绝对不饿了。晚上要看球赛，所以我得补充能量。我就说你这一顿吃完绝对不饿。晚上看球赛，加班再吃点。可以，再吃个豆皮儿，好像吃播了感觉。还不知道还得几天才能解封，媳妇儿又快生了，这个疫情无论怎么样不能耽误我生娃呀！我相信再过几天，都把你吃穷了。你别大人说话，不是男人说话，女人别插嘴。